水的声音的时候，就表示游戏开始。坐到我身上。그냥키가작으니까그리고뭐여자니까몸을쓸수는없잖아요我就不怕你남자였으면치고던졌을거야그럼要是男的话直接把人家扔远好，来，我们第二轮。
刚刚那个环节，我觉得王祖蓝就像一个地砖鼠一样把我那样护着，又把我往空中抬。没有啊，我就当着我是你粉丝，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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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即将进入决胜局，加个油！加油！七幺六，七幺六，蓝队牛牛牛，好吧？来 ，one two three， 七幺六，七幺六，蓝队牛牛牛。还是回到我们的最好的一个，这一开始赢的那个，他本来绷得好紧，然后放弃他。哦，好 ，Come on， I love you, Ray。是啊，这一关要考验大家的是感官的能力，只有有更敏锐的感官，才能更快的找到孔雀公主。啊，这个东西巨酷无比。
连真的。这一关的任务提示：感官考验，利用某种感官感知食材，规定时间内在菜场内找回正确食材的对积分。OK， 明白了。第一轮我们要考验的是视觉。视觉，视觉，视觉有视觉，视觉应该交给年轻人啊。视觉小，视觉交给年轻人吧。哎，我们问一下 Rain 好吗？眼睛、鼻子，还有听觉，哪个最厉害？你现在很强，眼睛视力最好，就经常放电，这个视觉就会很好。那我也放了电。你放的是沙眼，不是你放的是静电，人家放的是闪电。眼睛进沙。好了，接下来我们裁判请上本轮的食材。是点心哎，包子啊，来 X 光，三、二、一。哎，我觉得这个味儿太大了，大家集中注意力。啊！看到啦！看到了，我知道是什么了。看到了，窝窝头。第二次。三、二、一，有多难呢？这个太简单了吧！李子先拿一个。还有其他可能吗？真的这么简单吗？太简单了吧！真的就是一个李子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这是什么？是不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是什么？不是吗？这很像啊，还黑一点。哇，这个很像哦，是这个吗？大概什么？告诉我一次嘛。差不多像的都拿。你就告诉我一下嘛。哎，没事的。你就像这个的都拿。好，像这个的。哎，这两个有点接近哦。我看，非常像这个。接近哦。陈哥，你那有点亮。哦，确实有点像哎。那这几个都不像，有点红的。还有三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闹。你知道，作为一个选择恐惧症，曹哥，你真的老眼昏花的。那选择恐惧症，你选的这些东西完全长得不是一个样子。是一个样子的呀，你看，这些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样子。我一开始还说好简单呢。请两队现在确认一下答案。我觉得就是这个吧。红布林，我觉得很像是这个。哇，布林的，哇，布林的，我觉得很像这个。我眼睛好，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们选这个叫水什么果了吧？对，香百香果，百香果。I'm not. OK， 百香果。
1、2、3。1、2、3。야내가맞았어내가맞았어4 3 2。뭔가적색이지않았어내가맞았어真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视觉很好视觉很好真的第二轮我们要考验的是触觉裁判会拿其中的食材在你们的颈部滑动颈部啊颈部哎呦搞事情啊我说脖子吗你的意思是